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哈。那台股修正结束之后走所谓的大 V 型反转哈，那股价的话哈，那就拉回修正好，但是到今天呢、啊、这个盘面上面啊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关键性的一个转折哈。那为什么是关键性的转折？第一个，成交量能开始出来的哈。那我们的国家队啊，不只说它只有喊口号，那今天的话也公布了哦，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买啊、哦？买到今天的话，已经连续16个交易日的话站在买超了哈、哦。那以至于说造成今天啊量的部分增加，价的部分啊、哦、今天啊对不对大涨了600多点哈、哦。那未来还会不会涨？还会涨啊、哦？为什么还会涨？因为这个形态里面告诉你啊，这个地方叫做倒型反转啊、哦，倒型反转，倒型反转你要看这个地方有几颗星。好、哦，我数了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那从今天开始算起哈，礼拜五应该还有机会创新高，下个礼拜还有机会大涨啊。那你看节目不是说看到老师哇，老师这厉害呢，啊，只要会涨的话，那我应该赚得到钱哈？不对啊，这个不对哈。那一定要买对股票嘛啊，我的策略跟你讲很清楚啊，你要买对股票，要买主流股哈。那现在主流股分作两类啊，一个是强横强的个股啊，今天。盘面上面你所看到的哈，比如说像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军星 KY 哈，业绩好，对不对？多头走势啊、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强横强的股票，4979的华星光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多头走势嘛。那股价突破之后，对不对？啊，目前为止也是持续大涨哈。6104的创维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属于一个强横强的股票。强横强的股票啊，这是属于一个目前为止啊投资人的选项之一啊。那如果说是强横强的股票，有没有是属于那种底部起涨的啊？当然有嘛，我举一档股票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这档股票叫6643，来，这个叫做底部起涨的第一根涨停板嘛。好，因为这个多方修正，对不对？这个修正结束之后，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对不对？停损量出来了啊，反弹现在走，对不对？啊，走所谓的目前为止头肩底的一个形态成型啊，哦，所以说今天的话出现第一根涨停板哈，那投资人现在会去想，老师到底是要买跌升啊以后的股票会大涨的股票，还是买那种强很强的哈？其实投资人你自己去做出个选择啊，你买强很强的个股，第一个你就是说你要去判别它目前为止在多头走势，那如果说你要买底部起涨的话，那这个地方的话你就必须要重压，啊，必须要重压啊，那你不是说抢个反弹而已。这个地方的话你一定要怎么样重压，因为现在的股票如果开始补量的话几乎啊都是走反转的形态啊，好，所以说这个关键性的转折好今天突然出现了，因为昨天我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这个哈、这个、中秋节以前啊会出现所谓的关键性转折哈、来今天真的啊不负众望了哈、出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今天的话严老师心情啊非常好，好非常好，今天的一个大盘里面出现了所谓的攻击的一个量能啊，不管是电子股也好，其他的一个族群也好，我相信涨停板的加速啊，高达27家哈、那行情进入到明天，进入到下个礼拜啊，这个涨停板的加速会越来越多，强势股会怎么样？越来越多，你赚钱的机会就越来越大啊。但是啊，都要跟你讲过啦，不是讲做什么股票拢赚钱啊，这最重要的哈啊，不要这对不对？太高兴了啊！国家队护盘看到了哈。啊，为什么跌不下去？国家队，你们的空头老师打得过国家队吗？啊，国家呢？啊，八大公股行股呢？看到没有？一直在买，一直在买，这个不是护盘哦，这个在买哦，买最多的是这支啦，这支啦，啊，这个是世界的台积电哦，不是台湾的哦，世界，哎呦，世界啊。这要注意啊，有时候眼光要稍微放远一点啊。啊，当然这个美国联总会啊，目前为止啊，还在讨论说降一码还是降两码。我认为一码也好，两码也好啊，它都不脱离所谓的啊利多的一个消息啦。降一码的话，未来机会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降息机会会越大。降两码的话，这个利多消息啊，
会刺激到全国的全球的一个股市啊。今天呢、啊，这个日本啊、韩国啊涨的幅度比台湾大，那明天的话，台湾应该会稍微补涨一下了哈、哦。那当然有好消息就有坏消息嘛，对不对？有人认为说美国通膨现在开始年增率高了，对不对？真的有那么高吗？对，它只是针对降息嘛，所以说通膨跟降息其实啊，这个中间就是一个跷跷板了、啊、哈。好啊，这个人请记得哈、啊，他叫摩通里面的戴蒙，这个人啊，干人讲干话，他说怎么样啊？这个美国哈、哦，熊嗨啦，就是有停滞性的一个通膨啦。那到底有没有出现嘛？没有嘛，就等于是空头大老师一样嘛，就跟你讲说啊，可能有这个现象。未来不排除嘛，哦，你要小心啊，你要小心嘛，这很奇怪呢。那是讲有就讲有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不假如、也许、可是不发生，我最讨厌了，知道吗？像这个就很直接嘛，告诉你啊，美东要罢工啦，怎么样罢？可能一尺一指啊，这个40尺的货柜啊，来导播拉近。下个月陆陆续续要调整啊，我们国内的货柜三雄要跟进啊，来看这边，附加费要涨50%，船都进不去啊，会塞会塞会塞嘛，对不对？当然这个附加费要增加嘛。哦啊，这个最难看啊，这个还要看到9月底啊，金管会才会宣布啊。啊，你这个、哦、中信金哦，去并哪个银行哦？我给你来裁示一下，真的好好笑哎。AIB 啊可能会结婚 ，BIC 也可能会结婚，你现在是 ABC 是三角恋，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啊？现在有三家银行在三角恋啊，知道三角恋啊，啊现在拼一拼啊，对不对啊？换股比例一直增加，一直增加。今天三家银行都下跌了啊！这赶快做决定，赶快做决定。就像严老师的股票富金通，买底部的富金通，买大涨的富金通，买会涨的富金通，买创新高的富金通，对不对？赚钱就好哦，安尼赚钱就好。你这档股票如果说你做到赔钱哦。那真的很好笑、啊，那真的会很好笑啊！严老师今天有一档股票亮灯涨停板，哪一支？来，这支啦，代号6643的 N31 啊，你是这期会员的，今天应该有收到简讯了哈。这个老师讲话都拿证据给你看，我不会跟你胸口碎大石啦，我也不会跟你讲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话。严老师有没有做？有做，目前为止持股续报有没有简讯？有，看这边。来，12:41，今天亮灯涨停板多少？12:40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哦，人手众多啊。你看40分亮灯涨停板，我41分我就有办法把简讯抠出去啦，你就知道我们的团队有多强。嘿，把旧的怎样不？拢在看电脑哦，你不要跟我讲说这个电脑会怎样钝头刀。严老师的简讯比头刀还要更好啦，看一下。41分跟你讲，我亮灯涨停板持股续报，因为洗盘已经结束了啊、哦，你就抱牢就可以了，抱牢抱牢，这种从底部开始起涨的人就抱牢。新的一个行情啊，你一定要去做新的股票，这宜利电底部起涨的宜利电啊，这叫拭目以待的宜利电，今天宜利电拉尾盘哦，拉尾盘哦，再创波段新高哦，你要去注意哦。老师有新 A 不来了，挂家了。看老师的节目的话，应该有福利了哈、哦。开盘价108块，来108，直接拉涨停。老师，你为什么你不公布？我怕人家抄袭呀、啊，这样可以吧？哦、啊，今天呢？哦，今天一样亮灯涨停板。来看这边118，对，老师这个你怎么看？你可以等拉回，啊、哦，未来会不会涨？拭目以待。啊，这只股票我一定会做。我怎么做？我没有办法告诉你。哦，因为基本上蔡其他来的哈、哦，偷看人家的很多啊，同业啊啊，拼命抄拼命抄。但是我可以跟你讲，这样股票我一定会做，好不好 ？IC 设计的，
IC 设计的，今天四季涨停板啊，创维涨停板 ，N31 涨停板，这种股票你不做，很奇怪啊！我跟你讲，哦，那这档股票就不能够给你看了哈，这个啦。啊，老师，你为什么不让我看一下啊？因为它涨很凶，是不是？它涨很凶哦，啊，它不止涨很凶哦，它未来可能有机会翻一倍哦。真的假的？你拭目以待。你看节目的你就持续看。9月9号，来9月10号，是不是？啊，今天呢？来，今天一样给你看。你这么喜欢看啊？这种股票我能够公布吗？我没有那么大方啦，好不好，投资人啊？啊，我没有那么大方，可以吧？我承认啦，你要买底部哦，你要买喷出哦，你要买涨停板哦，啊，可以的哦。这样股票未来会不会涨？拭目以待，好不好？那大盘现在走到哪边啦？来跟你解释清楚一点了哈，来这，左缺口，右缺口，倒型反转成立。未来大盘挑战压力区，压力会不会过？看成交量，看均线的走势，看融资券的一个变化。我相信台面上面解这个大盘啊，大家都解得模棱两可啦，也许可是假如啦，不排除啦。哦，老师虽然讲话快一点哦，你要听清楚哦。倒型反转，左缺口，右缺口，趋势成型往上走，未来机能杀洗。到下个礼拜挑战这个压力，压力会不会过？看成交量，看什么融资券的一个变化。严老师今天的传真稿，我直接告诉你，你现在扫描 QR code， 我的传真稿一定会告诉你，你礼拜五要买什么股票，下个礼拜股票要怎么做，好不好？推背图告诉你哦，震荡洗盘结束了，现在挑战压力哦。挑战压力就是属于一个多方格局哦，那未来补量的话，包包包就上去了，啊，老师有事先讲啊，这一档股票叫军星 KY， 我说过我做股票，我一定是找基本面好的哈，毛利率38%，盈利率15%，股东报酬率接近10%，现金股利3块钱，业绩大成长，业绩大成长，今年应该三季会赚盈，去年全年啊。那第四季又是旺季啊，啊，你说涨完了没有？我说还没有，为什么？看这边，再看这边，啊，你说它涨完了吗？啊，老师再一根涨完了吗？跨家啦，本节目啊仅供参考，好不好？请大家拭目以待啊，很多的股票我跟你讲啊，旧的也会涨，新的也会涨啦。看位阶了哈，啊，这个股票叫什么？哦，达新材料，来，先涨一波大 V 型反转创高，再拉回挑战200块，今天最高来到多少？1188，188是差多少？差12块啦，哦，老师让你不准，现在188哦，大概下个礼拜以前就准了啦，哦，188块嘛，我再涨个12块钱，来达标了，对不对？就达标了，请你拭目以待嘛。我有没有事先讲哦？有哦，200哦。来，今天最高多少？来看一下导播这边，188，看到哈？没有骗你嘛，对不对？差早的一扣啦。要买要买那种底部的啦，拜托啦。这个是不是底喷的？是嘛？啊，有没有持续大涨？有嘛？对不对？拉回你赶快早买点啦，我这个已经公布了啊，我昨天就公布我的。简讯啊，我买股票我一定是买绩优股，好不好？业绩有没有成长？你自己看一下啊，八月份的营收有没有7亿啊？你从这边开始看，导播拉近都看不到啦，你看对不对？哦，这边4字头5字头4字头5字头，最多也是到6字头嘛。八月份的单月营收跟去年同期相比成长36%啊，啊，这种股票你不买，我觉得很奇怪啊，投资啊要有这个 sense 啊。我昨天有没有提醒你啊？
成功的交易者，他就必须要克服啊恐惧跟贪婪。我知道你恐惧，我更知道你贪婪。你克服之后，你就可以成为成功的人士啊。这只啊，跨金就啦，为什么又拉上来了？有没有？我之前送给你是七月大黑马嘛，3189锦硕啊。啊，创新高你先卖一次，等拉回，对不对？有人这张股票真的很笨啊，他不会做。我为什么说他不会做？他就不会赢嘛，对不对？就不会做嘛。那老师，你有没有赢？我有赢哦，我待会拿证据给你看哦。3189锦硕业绩一样大成长哦，一样大成长哦。啊，自己看一下哦。啊，来，八月份的跟你讲啊，涨完了没有？我说还没啦。啊，今天呢？来，今天看这边哈，今天开盘价你还买得到啦，102块，啊，来，差一点涨停板啦，差多少？差一档，差一档啊，一档这个主力哦，也真的是很小心呐，啊，涨停板109，那控制在108.5啊，这个小气，对不对？要人家拿出来讲，是不是？啊，老师你锦硕啊，有赚钱无？有哦。啊，我摕证据给你看啦，来，7月15号做第一次的操作，看到了哈，两级会员，来第二次的操作在8月7号，所有的会员做第二次的操作，目前为止进入到第三次的操作，哦，阿内赛的哈，我今天真的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今天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哦，今天如果说。老师推出来的东西跟以前一样哈，我随便你，啊，但是机会就只有一次，为什么啦？因为今天大盘已经开始表态了嘛，大涨了600多点呐，这个倒行反转已经成立啦。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赚钱，那你真的脑袋有问题呀，好不好？我今天特别哦，我就为了你牺牲一下啦，好不好？来，锦硕今天差一档涨停板。军星 KY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，啊，连续大涨的股票要底部来布局，对不对？老师今天给你什么？我直接给你破盘，今天一天，今天你讲的算，跟我们的助理讲好的就算，今天直接破盘，就只有今天，错过了今天，你再等10年，好，电话赶快拨进来，破盘价你讲的算，只有一天，好好把握。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。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迟到了。看见行人行进路口，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呢。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
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啊。那台股的一个操作啊，其实啊有两个重点啊。第一个，你就是要去买底部的股票，啊，大盘落底啊，你可以大减啊，便宜货。第二个就是买关键性的转折哈。那今天的话，看节目看到这边了哈，今天已经出现关键性的转折，今天已经开始出现啊所谓的补量上攻，今天也出现什么倒行的一个反转哈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，未来会比这个大 V 型反转还要更强啊，这个是真真实实的倒行反转哈，这个机会你要好好的把握，未来补量突破前高啊，这个地方大盘进入到第四季，它不是用涨的，它是会用喷的啦。但是个股表现啊很重要啊，你要尊重专业啊。我昨天跟你讲，危机就是转机，你看到这边的你就赚大钱了，先卡位先布局。你还是在怕的人，你可能就要持续的看节目嘛。新的股票叫新华，60秒叫你带回家，直接就喷上去了。拿到资料，不管你买在什么地方，股价持续的创高，你有探底呀嘛？这干单的呀，赚钱你说很困难吗？啊，台湾精锐业绩好，成长性高，这个地方潜伏底成型，这个地方发动点开始了，均线往上走，开始补量上攻。安内利跨博现在已经涨到分盘交易了，就算你看节目的哈，3498的阳城今天一样啦哈。我的会员已经赚钱了，我先讲哦，简讯我们就不公布了啊。如果说你是严老师普通会员的，你阳城没有赚到钱的，按照简讯操作的，你来催挖了，好不好？阿内塞了哈，来，不要看节目操作，拜托大家啊，阳城要买底部的阳城，要买会大涨的阳城，要买所涨停板的阳城嘛。来，这个简讯已经公布了，对不对？空翻多讯号明显。啊，我们要卖一定会通知啊。好，今年是 AI 的元年，对不对？你说 NB 不会涨啊，手机有换机潮， NB 没有吗？ NB 跨这个啦啊，蓝天，哎，发音标准一点哦，来，这边先赚一波啊，好不好？拉回啊，再买方，未来看到了哈，业绩有没有大成长？严老师挑的股票都是业绩大成长的啦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去挑那种很烂很烂的啦。第一期就赚那么多了，你说未来啊，自己看一下哦，这种股票比较抱得住啦，较抱会掉，你知道不？这蓝天嘛，啊，所有的会员都有啦。啊，我们就是一段一段的做啦，价差也做，波段我们也做嘛。啊，亚光，好啊，这档股票就有学问了哈。来，今天开始转强了。这个苹果卖了9000万只的手机，啊，一般来讲都是三个镜头嘛。啊，他卖镜头，啊 ，iPhone 16的镜头，再加上车载的镜头，那你说他股价就这样子走完了？第四季是旺季啊，你卖给他扁呐，亚光业绩好不好？来，我这个一定给你看。我们做股票哈，先看基本面，啊，再看技术面，啊，对不对？我不敢讲，我说我面面俱到啦，啊，这种基本面的消息，我跟你讲啊，我都帮你掌握到了，啊，亚光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有做哦。你麦克老师，你不走，我不走，我已经做一次了，我已经赚钱了，我后面的我就不跟你讲了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人对不对？做蜜望时还会赔钱呐，很奇怪，都在追啊，是不是？你随便买你就随便赚呐，简讯我就不要再公开了，我觉得哦，对不对？公开这么多简讯不好啊，知道不？有买的人一定有买啦，无买的人哦，你甲拍好戏嘛，无爱买啦。来跟大家讲一句哈，得标股就会得天下。明天有一档标股，啊，我们带你去买底部起涨的哈，买进一档标股就能够立即翻身。我今天全线开放给你都没关系啦，知不知道？你要好好把握啦，好不好？今天你们讲的算，就限一天，好不好 ？M31 亮灯涨停板，来，简讯证明我们有做。锦硕今天差一档涨停板，
啊，纪律操作，均星持续大涨创新高，这次也是连续大涨哦。未来要买就买这种的好不好？今天破盘价只限今天一天啊，电话打进来就有，明天就没有哈。真正的破盘价你讲的算，你讲的算，只开放一天，只开放一天，好好把握，跟上严老师的脚步，我们明天见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动不动都在竞争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轮名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速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。